奥特曼为了保护人类被怪兽羞辱，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帮助他们加油吧。一，泰罗被贝利亚单手拎起羞辱。二，奥特之母被贝利亚一棍子打飞。你额头的伤口，你的不同，你犯的错，都不必隐藏。你破旧的玩偶，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。三，佐菲被贝利亚踩在脚下羞辱。没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，人只有佐菲大人被贝利亚踩在脚下了，让我们一起长按点赞为他加油吧。真的不算英雄。五，银河变身被怪兽一脚踹飞。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，就像擦掉了污垢。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，而代价是低头。那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。六，罗布兄弟被黑暗巫蛊当中羞辱。不算英雄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却口都